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学习我们这个应主天下太平之根本学习纲要第七项呢，如何落实啊？家庭教育，我们探讨到第二点，这个是在总论第十三、第十八页，我们再过一下。人家育心，必由家规严整始。人家欲拜，这个家要拜必由家规颓废始。所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然就要乱了。所以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责，能为子弟做榜样时，我们之前一起学习印光祖师著的《佛化儿童读本》，28个德目，都是要从父母。为子弟做榜样时，此一定之理今欲从审事审立处起手，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使其习以成性，数后来。数是差不多差不多后来不至大有走作，就是不会走样了，变形了因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此孰是善明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所以要做身教，要从因果报应先教起。师长常常说学伦理道德，让人耻于作恶；学因果报应，不敢作恶。他有敬畏的心而我们前面讲28个德目包含五伦八德这28个德目都是跟五伦八德相呼应的。我们在讲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都能结合因果来讲。更有效果他有羞耻心，他也有敬畏心我们举孝道行孝有什么好的果报不孝有什么灾祸记得德育古鉴
里面就有提到，有两个兄弟轮流照顾母亲。这个大儿子啊，家里比较困难，小儿子比较宽裕。结果一个月啊，每个人轮15天呢。但是还没到15天呢，这大哥没有东西给妈妈吃了，很无奈呀。母亲啊，你先到弟弟那里去，我以后啊再补啊。结果到了弟弟家门呢，这个弟弟跟弟媳妇啊，对母亲比较苛刻了，还没15天，不能让你进门，那门都已经打开了，就不让妈妈进去。结果刚好是吃饭时间呢，那个饭香味啊都飘出来了。不然呢，我这一顿吃完了，我就走。哇，他那个媳妇啊，就跑进这个把煮好的饭呢，就端进房子里面呢，拿棉被盖起来啊，不让他母亲闻呢，不让婆婆闻呢。做到这样呢，母亲伤透心了啊，就走了。走了几步路啊，就打雷了，而且打得很大很响啊，直接就劈到他们这个家里面去了。结果当场呢，这一对夫妻呀，就被雷给劈死了。因为那个雷声太大了。太震惊了，旁边的邻居啊，赶紧出来看了，看他们两个死了，那一锅啊煮好的饭呢，还用棉被正盖着呢，所以不孝父母啊，天打雷劈呀的果报啊，有一个。老师啊，他在上孝道的时候啊，就提到这个果报。结果他讲的过程呢，就看到他一个学生呢，瑟瑟发抖。他问他：“你怎么这么害怕？”他说：“老师，你讲的是对的。我有一个朋友很不孝啊。”他15岁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在雨中啊，他就在我面前呢，被雷给劈死了。那我也很不孝啊，所以我听到老师你讲会天打雷劈啊，我更害怕哎，这个是孩子自己人生亲自经历的，他就敬畏了。这个举例子，古今中外都要举他听了，哎呦，这是真理哟！我记得看过一篇新闻，波兰，有一个男子。给他母亲要钱，他母亲没有给他，他就愤怒啊，就把母亲啊杀掉他就跑出去呀，没有多久啊，就被雷给击死了。所以这个是在欧洲的例子。所以我们所有的德行啊，给孩子做榜样。而且要从因果教起最省事省力。所有的伦理道德都结合因果来谈。《易经》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非常明显的因果了。好，我们看第三点，教子女以根本，教子女之根本着手处。我们列了两点，即是孝亲济重。叫孩子孝顺，对人呢要有仁爱心、救济的心，肯帮助别人，量大福大，还要忍辱。那人生哪有可能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顺他的意思啊，一定要能忍辱、能包容、能宽恕他人，这个都一定要教啊，而且不是嘴上教啊。我们当父母的要演出来啊。我们想一想下一代往后面对的社会，比我们单纯，还是比我们复杂？应该是更复杂哦。他假如还不懂得包容忍辱啊，他这个人生的路啊，很难走得通哦。那我们什么时候教他忍辱啊？就在我们当前面对逆境恶缘呢。我们有没有表演出来啊？处逆境随恶缘，无惩秽。业障尽消。甚至于能表演给孩子看，我们忍辱。肯吃亏，自己的智慧提升了，福报现前了。这个当父母、老师啊，自己要表演出来哦。就像我们很敬佩师长，他人生有几次啊逆境恶缘，老人家都是在这些境界当中啊。快速提升呢，有几句法语都是在人生重大的逆境写出来的，做出来的，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任何境界逆境都是感恩。处逆境，随恶缘，无惩秽，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嗔，福慧全现。逆境要忍，顺境要不要忍呢？顺境要忍住贪嗔哦，不然会堕落下去哦。笃行，很务实，不善空谈，说到做到啊，这个立信于孩子所以以身为教，以德为范，如融金童，轻入魔中，魔子则止啊。磨曲则曲，用我们现代话讲呢，父母啊是原件，子女是复印件，原件好了，印出来的东西不会差到哪里去的，磨纸则纸。
这根本呢，在以身作则上啊，在这些德目上。我们看第二点呢，分论第十三，在37页，切为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啊。确实，父母疼爱子女，无微不至啊。为疾病患难，更为殷心。父母对我们的爱，尤其在我们生病了，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父母比我们还要揪心了，还要担忧。那怎样避免人生呢？很多的疾病患难呢？小儿啊。辅能言，这小朋友啊，会讲话了。即教以念呢，南无阿弥陀佛，即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即令啊，宿世少栽培，就是他过去生呢，可能善根福德啊，比较弱。但是他这一生能从小就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的，那成此善力呀，必能祸消于未萌啊！万德洪明，能灭众罪啊！那观世音菩萨悲怨洪深呢，苦海常作渡人舟啊！众生若有急难恐怖，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所以这个消业的力量非常大。昨天我们一位黄居士，他父亲呢，病苦很严重啊，都是靠念佛、念观音菩萨度过这些难关，最后临终啊。安详，没有障碍。那我们能让这么殊胜的因缘，小孩从会讲话就开始念，那真是太殊胜了。所以必能祸消于未萌，祸还没有形成就消掉了，福增于不知，福报啊不知不觉，越来越增长。而官煞、病苦等险难，可以无虑矣。很少有人先天带来的命呢，完全没有这些病苦啊。灾劫呀，很少有这样的人，都会有啊。但是能念佛、念观音了，这些就化掉，就不用担忧了。那稍知人事，比较能理解人事啊。能懂人事了，即教以忠恕仁慈，这个忠恕很重要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没有这样的心呢，那对别人太苛刻了，就会刻薄，容不下人。对自己呢，太放纵。忠恕的人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忠恕仁慈。你看这孩子从小就用真心待人。
哦，那用真心待人，这个孩子随时随地在积累福报啊！啊，我记得听到一个4岁的孩子，他学传统文化，应该懂得关爱老人了。结果坐在公车上啊，有个老人家上来了，啊，这个4岁的孩子赶紧起来，让这个老人坐。哦，结果这个孩子做了这个动作啊，后面每一站停车啊，只要有老人上来啊，好多人都站起来让座了。哎，他这个4岁孩子的行为，他在修身哦，他也在带动社会风气哦。嗯，我们的孩子要从小培养啊，很可能在公共场合的一些动作会启发人家的善根呐。好，那戒杀放生，哇，这点太重要了。孩子假如不懂戒杀放生呢，造很多杀业的。他懂了，真的，哪怕命中有这些劫难呢，都会因为自己的善根发动，化解掉。啊，来集三世因果之明显事迹，来教导他。啊，这几个都是教化的重点。忠恕、仁慈，我们当老师啊，每天在学校半天、一天，会发生几件事啊？啊，老师跟学生之间，同学跟同学之间。每件事当中，我们当老师能不能把忠恕表演出来，仁爱表演出来？哎，从遇到的事，还可以把因果的故事带出来。啊，这个戒杀放生呢，啊，承德印象很深啊。也非常奇怪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听了几年了，没想过要当老师。老和尚常说"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啊，我只想说，嗯，以后有机会弘法利生啊，没想过要去教书啊，啊，可能是我的慧根太浅，佛菩萨觉得。没办法啊，点不开，就安排个因缘吧。结果我刚好到了台东，啊，当时候刚好在一家大公司啊，工作结束了啊，正打算呢要去做有机农业啊，都已经谈好了，我说。可不可以给我几天假啊？我去散散心啊！啊，其实刚出来工作2、3年了，还有很多人生的摸索，啊，跟苦闷在，啊，就跑到台东去了，啊，本来想说住个3、5天呢，一住7个月，啊，就在那里啊，啊，每天。在佛菩萨面前，啊，点蜡烛、点香，哦，然后端3杯清水，结果待了5个月，啊，突然当地啊，有一个老师生产了，啊，那一年的法律啊，政策规定，要大学毕业才可以代课。
那一年改的，结果呢，当地呢，没有大学毕业生留在那里，通通跑到西部去工作了。那找不到不行啊，你得按规定啊。结果就跑到佛寺来找我，啊 我说教几年级啊？1年级。哎呦，你还是找别的吧，我待会动作大了，给他们打伤了，可不好。哦，后来推了，过几天他又来了，他是真的找不到大学毕业生了。啊，你看佛菩萨安排的，让我推都推不掉，结果就去了。啊，去了。啊，我妈妈接到这个消息啊，赶快从高雄啊连夜赶来。哦，没有这么夸张，哦，以最快速的速度赶过来。啊，然后告诉我不要担心啊，我以前教都是教60、70个人。这个才7个人，哎，不难不难哈，我妈妈赶快过来，哦，指导我啊。第一天教完了，啊，回来啊，跟我说啊，哎呀，7个比70个还难教啊，因为他宝刀已经收了有一段时间了啊，不知道现在孩子啊。有不少是齐天大圣的 哦，所以啊，看到诸位老师啊，让臣等肃然起敬哦，你们都有地藏菩萨的精神啊，现在孩子不容易教啊，从小都刷手机呀、啊，大家还肯承担啊社会最重要的使命啊。这是培养啊国家的幼苗啊，少年强，国才能强啊。哦，那当时候啊，面对这7个孩子，常常要想起老和尚的教导然后考虑怎么用。啊，那我记得啊，第一个礼拜，就看到啊，刚好走在走廊上，看到旁边呢、啊、有一些蚂蚁屎啊，我就顺手啊就把它埋起来了。哎，刚好3个小朋友走过来，老师你在干什么？我说埋蚂蚁啊，入土为安。我讲的这个成语啊，我看他们3个看着我，点点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哦，结果隔天，哎，又走，我走在走廊上，看到他们3个人呢、啊，蹲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就赶快蹲下来，哎，你们在干什么啊？他们回过头来，很认真看着我，入土为安。所以从小让他们呢爱护小动物啊，怜悯小动物啊，他不会去伤害。所以你每一天在学校的情境那么多，不可能跟这几个条目无关。所以我们的身教言教啊，其实在每一天应该很自然都会发生的，那老师能够这样啊，随事随缘，给孩子身教言教，每天孩子的善根呢都有增长，好，所以这个是分论第13，我们再来看呢第4点。爱之不以道，这爱之不以道啊，就是任性娇惯
会延伸很大的坏处的。我们看第一小点，从小任性惯，大则啊事事任意，不受教训，到学校去不听老师的话了，而且那么任性啊，会交什么朋友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所以多多侠逆、匪类。比较没有品行的一些人，他可能就喜欢清静了。这个逆就是清静了，为社会害，小人闲居为不善的，聚在一起动歪脑筋了，做坏事了。好，我们看第二小点呢。是在分论第十，36页，这一段提到了急如爱子女之病，绝不能断。不妨即以此爱为本，必欲使子女身为正人，当正人君子、良善之人，莫生净土，就是孩子这一生能往生净土，那这整个家就是同结往生极乐的缘，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清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孩子能从小得这样的教育这个成就很可能。好，那印祖这段引导非常善巧，就是父母爱子女这个心这个牵挂很难。割舍，那顺着这个心呢，以这个爱为本，让子女这一生成为正人君子，然后还能呢往生作佛，这样就是此其爱，乃以世间凡情成就出世间圣果。因为往生就成佛了，这圣果那这个子女的缘就结到这个清净海会了，莲池海会了。那接下来提醒了，若不善用爱。那你用爱是要让他献身攸入圣贤之域成为圣者、君子，抱进高登极乐之乡。父母是他最重要的真上缘所以若不善用爱，那这一句话已经提醒当父母要不要学要人不学不知道怎么当父母也得学所以这一本《天下太平之根本》假如大家有因缘有那个影响应该在每一个社区办这个要准备结婚的。青年男女这个的传统尤其是儿家庭教育的班，
啊，夫妻怎么相处，怎么怀好的孩子，啊，印光祖师求子三要啊，你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哇，他会很重视啊，子女也是感召来的。哎，这个方法绝对会感召圣贤人来。其实这个，我相信每个结婚的人都关注了，他只是没这个机会听闻而已。啊，班班胎教班，啊，我看诸位仁者你们有点头了啊，请佛住世啊，就不请别人了啊。啊，这是老和尚教的啊，我没有我逼你们。我就是当时候听老和尚讲这个请佛住世，砰，当头一棒，你不请自己，你请谁啊？哎，求人不如求己啊。好，那学了才不会呀，让孩子任性。教养你真的这么做了，这是害了他了，因为他的习性，骄奢淫逸都来了，则与杀其身，印祖这句话讲得非常重了，你把他教坏了。比杀他的身呢过失啊，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者多多也我们要了解，他只要任性教养了，他会不孝父母。他会贻害他人，他的去处在哪？阿鼻地狱啊！我们要知道啊，忤逆罪啊，第一条杀父杀母啊。你假如非常的忤逆啊，那绝对是在阿鼻地狱的。那你不好好教孩子，结果让他堕到阿鼻地狱，那不是比杀了他要严重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你看人的寿命几十年啊，黄念老说三途一堕五千劫，而且假如是教惯了不孝父母啊。那个可能是更长的，不止五千劫了。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理了，要有前后眼呢，就看事不能看短了，要看得长远。所以印祖说啊，哎呀，国之灭亡了，民之涂炭呢。一个恶人呢，会伤害多少人啊？假如他又有福报，处在高位，那受害的人更多了。这些过失啊，父母难辞其咎啊！所以印光祖师说，当父母最大的功德，把孩子教成才。你孩子做一件善事啊，你都有功德在里面。没把他教好啊，他做的每件恶事啊，我们都有过失在其中所以国之灭亡，民之涂炭，皆此种不动事之父母酿成之啊。不懂道理。的父母啊，造成国家人民的灾祸了，
可怖哀哉呀、啊！所以教育子女啊，责任重大。第三小点啊，在分论第三。这一点呢，对我们现在的人很重要啊。我们现在物质啊，很丰沛啊，几乎没有孩子说从小吃穿困难的，都是有比较富贵了，富贵人家子弟呀、啊。多不成器，所以教富贵子弟呀，比教贫穷子弟难。其缘由于爱之不得其道，他不得其道，具体错在哪呢？或偏于钱财。给他太多钱了，他花习惯了，或偏令穿好衣服，慢慢就很虚荣了。啊，钱随笔用，那出手很阔绰啊，小小年纪就很会花钱了。啊，择弊治。妄吃治病，那个时代呀、啊，应主就提醒会妄吃治病。大家想一想啊，现在吃东西的毒素危害啊，比起那个年代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癌症的年龄？越来越前面了，病从口入啊！啊，这个陈德也是反面教材啊！啊，我也是都买汽水喝啊！啊，也是妄吃治病啊！啊，我只能化悲愤为力量啊！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哦，所以我有机会就劝人家不要吃垃圾食物啊，那个都有防腐剂呀，啊，都有添加化学物质啊，对身体很不好哦。我还特别啊，去买了一些做汽水的原料啊，做给孩子看呢、啊。橘子汽水哪来的橘子啊？那个都是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化学东西，然后加在一起吃。看完之后啊，小朋友眼睛都瞪得挺大。哦，所以现在能够让他们亲身观察体验呢、啊，还是挺重要的了。结果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啊，身体已经啊肥胖了，整个脸都长痘子啊，才小学6年级的男生呢、啊，在乱吃了，但是也很可怜的、啊，妈妈好像死得早，啊，我做完实验之后啊。他过来说：“老师，那个可不可以给我喝？”哎呦，这个也不能怪他，这个养成习惯，还得有耐性，慢慢引导。哦，这个是提的几个点哦。接下来又提了，若未必存以身喜，
愚不得者。比方说这个父母帮哪个孩子存钱了，就特别爱这个孩子，没有平等的，那小孩会父母对父母生嫌心，就埋怨父母，哎呀，怎么对妹妹比较好，对弟弟比较好？予所偏得，兄弟姐妹生忌心。那个有得到的其他的兄弟姐，其他的人就对他嫉妒了。那这个你的孩子都不健康了，心理不健康了，这皆非所以教孝交悌之道。哇，这一点挺关键的。一个孩子要人格健康啊，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要明事理。要重男轻女啊，这个会出问题啊。我有两个姐姐啊。我爷爷不识字啊，可是他懂哎，他没有偏爱我啊，我没有偏爱我，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是长孙呢，长曾孙呢，我爷爷也是长孙啊，哦，爷爷也是长子啊，哦，所以。看到这一段呢，特别感谢爷爷奶奶。哦，假如爷爷奶奶偏袒我了，父亲要教我就困难了，我有靠山呐。所以教育是合力呀，一起配合才行啊。若女有钱。出嫁必以钱至交，所以俗话讲啊，宁娶大家奴啊，不娶小家女这个他娇生惯养啊，家里还有点钱呢，他会很骄傲啊，或轻其夫，瞧不起丈夫。或不动事，不明事理了。以前助夫为不法事，就很愚昧了，拿着钱让先生做不妥当的、非法的事情。看钱呢，也要很会用啊，用错了孩子就偏了。育儿女成贤人，当为培福，不当为积财。这个都是明理的父母才做得了啊。财为祸本你看这个"钱"字，左边一个金，右边两只刀啊。汝等看多少白手起家者？皆由无钱自情而来，从小很勤奋，任劳任怨，他就能白手起家。而大富家多多不久房屋一空，有的两三代。积下来的家业，这个孩子不成才了，5年10年就把他搞垮了，房屋一空了，故古人云：“宜子黄金满盈，
不如交子一经。三字经也是这么教的啊，人以子经满盈啊，那是以财货杀子孙呢、啊，我教子为一经啊。印祖讲这些话，其实对我们家长建立教育孩子的这些观念、理念非常关键。这些不懂啊，教孩子都会偏掉。啊，能读则读，不能读，或农或工或商，各有一业。为立身养家之本。行行出状元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现在父母假如不明这个道理呀、啊，就会随波逐流啊，他非常在乎考试分数，自己紧张兮兮的。然后也搞得孩子压力很大，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合考高分，然后读名校。其实，真的冷静想想，每个孩子都有他过去生带来的天分，你只要懂得欣赏，懂得栽培，都是各行业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人生那么多苦，想不开呀、啊，看不透啊，就跟着这个社会的风气一起越来越执着了。哦，哦，而且说实在的，他的人生有没有发展呢？是看他的福报啊。啊、哦，福田靠心耕。孩子从小忠恕仁爱，戒杀放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懂，你何苦啊？还操他未来的心干什么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呢、啊。而且对我们修行来讲，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行菩萨道啊！好，接着讲，女子若有钱，明道理，钱故为助道之本。他会用在啊，修道上。用在明明德、清明上，那不明道理啊，那这样的女子啊，会害其女。哦，就是会害了自己的女儿了，啊，并害其婿呀，啊，她的丈夫啊，也会受害啊。并害其外孙孙女矣呀、啊！哦，所以勿以财货杀子孙呢、啊，孩子、儿子会害，女儿延伸下去也都会受害啊。乳母善理财，你的母亲呢、啊，善理财。啊，姓儒家，祖德深厚，啊，你祖上德也很厚啊，故兄弟姐妹皆贤善和睦，啊，家里很和谐，团结啊。啊，或于一人有偏私偏爱，亦不至彼此计较，啊，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当中呢，假如有一个，稍微被偏私偏爱，你们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会计较啊。
然不可以以此为法。这样的情况啊，不足为法。啊，须令儿女永无计较之嫌隙可生呢。不要让他们有产生这种嫌隙计较之心，即以示之，交情啊长起，恃宠而骄啊，这个的这种骄慢之气会增长起来，所以不能偏心啊，平等对待孩子。父母长辈啊，重要啊，啊，树基家道兴而子孙通皆啊，通皆循规蹈矩矣啊，差不多能够啊，让家道兴啊，子孙通通都是能够啊，循规蹈矩的啊，都是很有品德的。啊，印光祖师讲到啊，啊，光之性情多啰嗦，啊，以汝兄弟啊，以光为师恐后来或致儿女受害，故谓啊絮叨即止啊，就多讲几句呀。啊，切勿为所说无因，是作废言。可别嫌我啰嗦啊，疏忽了这些叮咛啊，幸甚啊，能重视我说的这些话，这对你家道啊，能够兴旺，而且可以绵延下去啊，是挺重要的。啊，我们从这。应主的言语当中啊，可以感觉到他老婆心切，真的希望啊每个家都出人才呀。而且应主是很有责任的，这些在家弟子尊重他，以他为师啊，他也是尽心竭力的教导。这是我们讲第四点呢，爱之不以道的三个小点。我们再来第五，是在分论17，第41页，富贵人子弟。多多一事不做，有福了，但是好吃懒做了。一旦遇祸乱，则必自无以自立。在那个年代战乱比较多，所以看到师父上人了。他们十几岁就逃难了，整个生活要自己处理所以他们的父母都看得很远了，都教了，所以老人家小时候的锻炼能做一整桌菜招待客人。这一段话对我们也是一种重要的提醒，要有忧患意识我们从佛门的因果来看这四五十年人造的业很多很多
造了那么多业，不可能没有果报啊。未来世界会怎么样，很难说啊。当然，我们相信，在道中不在劫难当中，但整个大环境有可能会有变化。啊，你看师长老人家很慈悲啊，一直在提醒，从99年就开始提醒了。其实啊，是借由西方很多预言。都说啊，99年有大灾难的，啊，其实那个都是从因果看的，啊，老人家一直提醒我们，念佛啊，断恶修善啊，确实不少佛弟子响应了，化解不少灾难呐。但是人要明理啊，不明理继续造业。那还是很难化解掉重大的灾难。啊，我们都不能呢掉以轻心啊，要及时行善啊，要啊忧患意识。孩子的能力啊，要锻炼好。啊，任何情况他能够自立。啊，精，啊，全去用人，亲自操作。啊，医则息劳，而能和血脉。啊，他息劳，每天劳动啊，锻炼。这个经络都通畅，你看都不干活的人，啊，都屈在电脑前面，那个经络都不通畅了。而且洗脑啊，对他的身心有很多的影响。啊，洗脑啊。知感恩，他自己常常做啊，他在看到别人付出的时候，他觉得不容易啊，他会感谢人家，哦，就像我们自己曾经自己种过粮食，种过菜，啊，比方说种马铃薯啊，我在英国有种马铃薯啊。哇，那要长好几个月，那一吃几顿就没了。你说还会去糟蹋马铃薯啊？不可能的。啊，这洗脑之感恩，而且洗脑的人，他无形当中会形成一种做事的敏锐度，他一看就知道哪里有活可以做。这种敏锐度啊，对他以后做人做事帮助会非常大的。你到一个地方，都会主动伸手去帮助的人，他人缘一定好的啦。啊，到了什么地方，啥也不会干，就坐在那里，人家一看就惹人讨厌，是吧？你只会伸手，啊，给人家要东西吃，都不帮忙。啊，好处多多啊！啊，恶则啊少闲，而消诸妄念，实为爱儿女之根本办法。善合如之啊！这一段呢，特别强调啊，要让孩子洗脑。你让他太闲了，他会胡思乱想啊。
这个劳则失啊，失则善心生啊，逸则盈啊，啊，他太闲了，太安逸了，很安逸啊，就很容易啊，喜欢玩些什么，就陷在里面了，玩电动玩具啊。玩物丧志了，逸则盈，盈则忘善，忘善则恶行生了。所以不要让孩子太闲大家不要听完之后啊，让孩子累垮了我现在讲话很害怕，我们一听个什么，哇，老法师说的，就拿去苛求家里的人啊，这个不妥当啊。啊，什么事啊，都要拿捏一个度。你洗脑啊，让孩子增长这些善根，你假如过分了，哦，那他会反感，甚至于说，你看，就是因为学传统文化，所以我妈妈才这样对待我，最后不想学传统文化了。好，我们再看第六点，啊，在分论19啊，同一页。现在后生已知人事即当为彼说饱经饱身之道这些挺重要的。女子14岁，她就生理期就来了。男子16岁肾气足，他们的身体都会出现变化。这些都是机会教育点出现你不教他。甚至于被错误的书籍视频甚至是同学影响那就麻烦了。若知好歹自不至于手淫为乐，以致或送性命，或成残废，并勇于若种等诸惑，有一个企业家，他现在事业做得挺成功的，他小时候，他在新加坡有到进中学会去学习，所以这些观念有帮助很大。不然你看事业好了，这个女色当前能顶得住不简单从小扎了这些观念那有应主像审核过的《寿康宝鉴》这些书，可以给孩子看当然，我们成年人都要辅助去引导未醒人事不可说他还没到那个年龄，身体还没有那个变化。
先不用说。那已醒人士啊，若不说啊，你不及时教导他呢，他不懂啊。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呢、啊。他懂了，他才懂得克制啊。十有九犯此病，可怕之至啊！所以古人很重视这些事情啊。你看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啊。”啊，以前。十二三岁啊，就要学古琴了，学乐啊，透过音乐抒发他的情志啊，他身体有变化了，身心有变化了，要让他抒发啊，要让他劳动啊。调节他的整个身体的状况。印祖这里讲了，若不说啊，十有九犯此病。那是那个年代呢，都这么严重了，现在再不教不行。哦，可是我们现在啊，挺难的。连教科书都有问题啊！西方东晋啊，甚至有的政府不负责任了啊，那书都说手淫是正常的，很糟糕啊！哎呀，我最近啊跟一个高中生谈天呢。非常担忧啊！那教科书里面啊，编进去否定中华文化的这些文章，你不是要让孩子跟他老祖宗的智慧给切断了？哎呦，这政府编这样的书啊，哪个政府我就不说了啊，把理讲清楚。现在。得罪了，到时候不让我去那里讲经了啊！哎呀，这父母官呐、啊，要以父母的心考虑下一代呀、啊，不能为了你某种政治利益呀、啊，去干这种。让后代子孙呢、断根的事情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你断了他的慧命了。哦，好像彭兴博士啊、一些中医师啊，他们有谈这些课程，啊、所以我们。啊，有机会啊，办这种大专营啊，这些问题要讲清楚啊，用专家来讲好像南京他们这些课程都有啊，我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都是引经据典啊，包含很多现代统计出来的情况。来给孩子说明啊，还是挺有说服力的。接着，应祖引了《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疾之忧。”应祖很有智慧啊，他解这句话解得很深呢、他及君无神关系。你人吃五谷啊，
难免会有生病的时候，你调理调理了，就恢复了。所以其他的疾病啊，无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呢，也有所淫贪房事啊，实最关紧要之事。为什么？这个元气大伤。故孔子以此告之啊！我记得当时候看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录》啊，印祖讲到啊，现在男子啊，说寿终正寝的太少太少了啊，因为他淫这方面没有节制啊，他这个身体就损害了，就很难是啊，没有生病睡着就走了，所以现在无疾而终的人，其实微乎其微了，都跟这些有关系的。所以孔子以此告之啊，而著者不肯说明其大利害处啊。就后世的这些学者啊，没有把这个最严重的地方给点出来啊。自孔子之话，亦无实效可叹也，就没有很好的提醒到后世的人，所以印祖把它开解强调出来。包含太上老君也提醒了，不能淫欲过度啊，所以夫妻呀，上品的夫妻不同房啊，这传宗接代的大事办好了。这个不同房啊，中品呢，不同床，在同一间房间里不同床，下品呢，不同巾就不盖同一个被子，这古人留这些话呢，挺有道理。哇，我讲这些哦，还得提醒大家不要你们今天听完，跟另一半，我今天不跟你在同一个房间，陈德法师说的，我就阿弥陀佛了哎，大家别冲动啊，别冲动啊，中恕之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用在夫妻相处上。什么事情要让他水到渠成不要太激烈啊，都没有顾及到对方。何处是道场啊？夫妻相处就是道场啊！要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自己没有这样的贪着，可以恒顺众生。这个其实都是中恕之道啊。其实人的精神层面越提升，这种物质欲望，它自然会下降。所以应该是夫妻同修精神心灵不断提升。自然，很多事情就会调整了，有共识了嘛。好，我们再看呢，第七，这是在《分论》第35。这个
应主谈夫妻的沟通啊，同事之人，这个夫妻是同事啊，住一间房室的啊，故宜于闲暇无事时，委曲婉转，开诚治理，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则心事啊不知不觉，啊渐磨渐染，而为转变。所以啊，你先学传统文化了，先学佛了，你要很有爱心呢，而且很自然的，哎，谈着谈着，就往传统文化去引导。委曲婉转啊，不是强势沟通啊，不是爱你没商量啊，这些应主讲的很具体哦。随着发生的事情，报纸上的，哎，或者邻里乡的，都可以顺势而为。这个夫妻的沟通啊，因为夫妻很亲密啊，哎，你做什么动作都很自然，你不要，儿子的爸，我今天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哇，你先生啥事啊？身心都不放松，哎，你反而很自然，哎，泡杯茶啊，你先生喜欢喝大红袍，赶快泡给他。喝着喝着啊，他先聊了，你就顺势跟他聊了。志奇呀，余傲之性发现时，有时候另一半呢，那个傲慢固执起来了。也不要说另一半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那个执着劲起来了，谁讲都没用啊。可对治，则以至理名言，和气平心以对治之。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假如呢，这个时候你心平气和。都讲的是至理名言呢，还是他没有转变的话呢？你不要硬劝这否则任意。而且先别强求一概置之不理，就别说了待其气消。谏不入，越复谏。有时候啊，对方执着了，我们也固执起，非得跟他争个对错不可了。所以人要很有定力别人不对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有情绪，你自己的情绪也被他吊起来。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自己要先对要稳住啊。所以待其气消，再以平心和气，论其曲直。他情绪平和下来了，有适当的时候了，再跟他。小以大义分析清楚，久之则随之而化。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呢，我们真的有耐性，而且我们要去影响另一半呢，
自己也要以身作则，对方才会服气。啊，《群书治要》里面呢，我们这一本呢，《群书治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它是依照四个大纲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编的。是《群书360》前三册精华再挑出来，依这四个纲编的。所以这个书挺好的。哎，你跟修身有关的，你可以查一下；跟家庭有关的，赶紧查一下；跟治理事业，这跟治国有关的，很可能一翻呢，这相应的义理呀，甚至是事例就提醒到我们了。101句这个是治家之道啊！我们看古人呢，他怎么做的？他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俭。所以他这个一家之主他不会随便讲话、随便做事情的，他不会乱开玩笑他说话是懂得自我分寸的，不乱开玩笑不代表不幽默大家不要误会我讲的东西，因为你乱开玩笑是对人不尊重的，或者是绮语啦。那开玩笑让人轻慢呢，让人动邪思啊，都不好的。言语行为不能乱开人家玩笑，所以行必有俭行为必定检点谨慎。那言必有防，行必有俭他言行都是符合规范的，不是任性而为的，虽妻妾不可得而独也。就是他的太太也不会因为跟他很亲近而对他无礼就是你做的让你的另一半打从内心尊重你。你假如这个行为就是很随便很轻浮了，那你另一半要尊重你就很难了。所以以前说举案齐眉那他是在这些行为当中也很尊重他的太太敬人者人恒敬之，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这样所以这一段法语，就是我们自己做的正你整个家就受你影响另一半尊重你，朋友也不会对你轻浮。人世间任何事情两个字：感召、感应。你自重，人家尊重你；你自己轻浮，人家怎么可能尊重自己所以今天，假如人家很不尊重我们，先不要生气是不是我自己的行为造成这个结果呢？接着也是一个重要提醒若用强蛮恶辣手段，
哦，比方他有固执的时候，啊，你用很强势的逼迫他的，绝对不适当啊！啊，以彼有所示啊，他有靠山呢、啊。靠山是什么？子女啊，因为你太强势了，啊，你看，你爸这样对我啊。啊！你看你妈这样对我啊！哎，现在有的女子也很强悍啊。哎，啊，那子女啊，就很难尊重我们了，甚至于子女很痛苦啊。在父母相处当中，还要选边站呢。你说这个孩子能健康吗？啊，所以兼师子女官法之训，没有让子女有好的榜样可以看呢。啊，师长提醒啊，我们这个民族。身为人家的父母长辈的，都有一个共识啊，在孩子面前要给他们好的影响。真的脾气忍不住了，进门去，进房间去，不要让孩子听到，不要让孩子看到，这才是慈爱的落实所以要提起这种责任呢、啊。不能让孩子，不能让学生不好的影响，在学校也一样哦。你同事之间相处要和谐啊，你冲突给孩子看了都负面影响。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教书的时候，啊，到其他班级看同事，哎，他把学生留下来做功课啊。他就讲一些不是很妥当的话，我就眼睛给他示意，小学生在呀、啊，不要讲这些话。当父母老师的要敏锐啊，那孩子也在听，也在看呢、啊。你不能下了课了讲话随便，那学生也不可能尊重老师的。老师台上台下，人前人后一个样，才能让学生尊重啊。哦，今天应主这几段话，对我们这个怎么当父母老师啊，怎么齐家的，挺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